两年前吧，在两年前得到这个 GDP 这个奖助金，就是以国家保障报名，然后得到首届奖助金，所以这一次特别来 Costco 这边参与这个，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两年以来的这个回顾跟展望。那就先自我介绍，我是萧新胜，那大家叫我萧 A。那我是之前在纽约的时候是软体工程师嘛，也有在创业，然后现在回台湾就是参与政治，然后就在这个现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政党里面做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回到这边很温暖，就是对，还是工程师这边比较温暖。那我一来这才发现说，哎，好像都忘记工程师要怎么穿了，对，今天穿的比较正式，就是觉得说不对不对，对，之前在参加这个一些软体的这 conference 的时候都跟大家一样，都穿这个好的衣服，哎。所以说，哎，请可以跟大家问一下，说这边有人不知道国家保障吗？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不好意思，可能对，因为我就是不知道多少人会听过国家保障，所以就是还是用一些旧的简报，想说快速的 run 一下这个一开始的历史。那所以一开始这个国家保障团队就是我跟两位在美的台湾人，然后在纽约发起的。那这前面的历史，如果可能大家在可能上次上面都听过的话，那我就快速的这个讲一下。所以这缘起就是在2016年我们在纽约办这个黑客松的时候，那发起的这一个主题性的专案。那因为刚好就是我们知道说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有很多的这个台湾档案，那急需有人去整理去发掘，所以说就发起这黑客松，然后主要就是用这个专案把一些人抠起来，然后建构一个平台，让大家有的机会去把这些东西翻拍上这个平台。那什么是国家保障？就是说，其实在国外很多的情资单位，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收集啊，然后在也不是说监视，就是台湾的一些情资，从一两百年前，那美国跟英国，甚至荷兰、日本都是这方面做的非常详尽的记录。所以说，在他们国家档案局里面，常常会有很多很多关于台湾的历史档案。其实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国安情资单位都可能不知道，那他们都会收藏在他们的档案局里面，因为有时候在当时可能是最高这个 classified， 就是说最高机密。那三十年后，就比如说美国他们的档案法是有这个每三十年会解密一批，那解密了之后就会进去各个档案局里面。那我们这些人那时候在海外台湾人就负责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所以我们就建构这个国家保障的专案。那之所以当初是会这么想，就是说就历史跟国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两年多前有这个反克刚的之类的一些活动，那对我们的影响当然是很深啊。那尤其是我们在美的台湾人，这个其实常常就是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就不够深切，所以说我们常常就是会想说台湾究竟的历史是什么，是不是由我们从小课本里面读到的那样。那所以因此是很多受这个理念感召的人会来这边一起进去档案局里面，然后我们看看这些档案里面讲的故事是不是跟我们一直以来小时候学的课本里面讲的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整个流程啊。那这也是就发表过很多次，所以听过不少次的人就不好意思，不过就是说主要就是先确定说在档案局或图书馆，因为其实这个目标并不很多嘛，有最大的当然是美国联邦国家档案局，但是所有联邦政府里面退下来的档案就去那，但是也有是比如说总统图书馆，总统图书馆就是总统任内可能总统府或者他个人私人的资料，那总统退役之后就会进到总统图书馆里面，所以有一些对影响台湾很深的总统，比如说尼克森，比如说雷根，他们的总统图书馆会有相当多跟台湾有关的资料。那再来就比如说胡佛档案馆，这是私人的。那之前蒋总统还有把他的私人日记捐赠到胡佛里面，所以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的一个资料库。那当然还有国会图书馆啊等等。那不只是美国，世界各地，英国大英的档案局、日本的档案局、荷兰，尤其荷兰曾经作为台湾的殖民宗主国。它一定也有很多跟台湾有关，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开始的野心，是说散落在世界各地。那后来发现说这个野心太大了，我们之前瞄准美国，甚至瞄准美国的联邦档案局，因为之前有学者预估，光是联邦档案局里
面就有上千万份的台湾档案。那我们目前这个进度也在200,000份而已，就是一个龟速的速度在前进啊。因为其实要号召朋友去档案局翻拍，这边不晓得有没有人有跟过我们的团，要是这个之前比如说阿端或者一些人，就是其实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他一起来跟团。那我也当然邀请在场的各位啊，就是有机会到美国美东，不管是去 DC、纽约、波士顿开会的时候，就丢一下我们粉丝页或者跟我联络。那我们定期每个月都会开一次到两次的团，那就报名一下，然后就跟着我们车，我们就带你进去体验。那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说你到了异国，你到了一个很华丽堂皇的档案局，里面还挂着川普总统的照片。档案局局长的照片在前面，你进去，然后检查包包，进去之后档案调出来，翻阅就是台湾100年前的茶叶的进口量，100年前台湾人痢疾的感染数量，日本人统计的，美国人统计的，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体验。那当然很多人体验过之后都非常感动，都觉得说，这些国家居然帮我们国家记录了这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进行去记录，所以就是很多志工参与我们团的一个感受。那当然就是第二就是号召志工，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号召各位有机会的话，那当然主要的志工是在美台湾人嘛，所以有很多年龄层，但最主要的干部跟主要的主力还是在美国的这些留学生嘛，因为毕竟有寒暑假，然后周间，因为其实档案局是只有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开。那上班族就比较困难，所以说留学生是我们的主力啦。那当然也有退休的阿姨、叔叔、伯伯们，那他们就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就是说翻拍久，这个腰酸背痛的现象。但是说实际上是很多人前赴后继的一直来帮我。其实我现在回到台湾了，他们在纽约还是不断的出团，不断的出团。所以说第二个就是说这些翻拍之后都去哪里，都到了网络上的平台。那我们就是。我们这个 app 的架构就是你每拍一张，它就连接 WiFi 自动上传。所以说，之所以为什么要写这个 app， 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力，就是10个志工去那边，每个人拍了可能1000张每一天，那这10个人的10,000张，没有人有那个人力去把它收集起来，上传到云端 Google Drive， 然后我再下来，我再弄到资料库。所以当初想法是直接用这个 app， 然后每拍一张，每上传一张，然后所以这个 app， 然后这个后端，这个云端的这个架构，这个鼓励大家都是开源的，鼓励大家，这应该大家都工程师啊，就是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有什么批评指教也可以跟我说，因为主要是我建构的。那主要当初的想法就是说，是一种是用 worker 的模式啊，就每一个人拍一张就丢上去。然后建立一个任务，然后就有 worker 去把它任务拿起来，然后第一步就进行上传，第二步进行 OCR， 把里面的字拿出来，然后第三步再进行这个 index， 对，然后再建，然后甚至之前还有开一步是翻译，丢到 Google 去翻译传回来。所以说你一张照片寄到云端之后，有大概会配5-6个 worker 去把它捡起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个人觉得。还蛮帅的、啊，不过就是大家看看，现在可能觉得现在架构可能不一样了，已经2年没有在，已经1年都没有更新这个 code。最主要就是第三步，就是整个平台怎么建制，翻译也好 ，OCR 也好，文字化 ，index，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希望这些档案受到大家喜爱嘛，使用嘛，去阅读，去消化。然后这当然是整个专案最终的目的啦，就希望说这些从来没有被人家使用过、没有被人家看过的历史档案，可以激起一些讨论，然后甚至一些回响，甚至激起网络上的吵架也好，就各种讨论都让大家知道说，这台湾怎么这个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啊？就是居然。50-60年前，居然我们汉人会去把原住民这个杀来吃，这个其实历史文献里面都有记载啦，但是很多人可能是看我们的文章第一次发现，就是很多人小朋友现在高中生看到国家宝藏，所以这也是所谓的一个开放历史的一个贡献啊，就是说把历史拿出来说，
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不一定是只有学者才有兴趣。当我们经由这个模式把它开放出来之后，很多人不管是现在高中生也好，或者是工程师也好，或者是不是念社会学，不是念历史，不是念文学的，他们也会对这个有兴趣。所以这是我们做的这个一个想法。然后这就是当时这些志工在辛勤工作的一个模样。所以其实非常枯燥乏味的，没有什么草率，就是把档案调出来，就是第一步打开我们的 app， 然后把档案调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拍，然后这就是我们当初开发的这一套 app。那这个对是目前是只有 iOS 版，因为我是用 React Native 写的，然后我 React Native 只会 compile 到 iOS， 不会 compile 到 Android， 不好意思，就是。因为美国或在美台湾人 ，iPhone 市占率比较高嘛，所以就是说，我本身也是用 iPhone， 不会用 Android， 所以就不知道怎么 compile 到 Android。那这边有人，如果是 Native compile 到 Android 的高手，啊，拜托就是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这个一直以来都缺这方面的这个帮忙。那这个当然之前也放过，那再放一次给大家看，就是，这个 app 长这样，那这都是旧的啦，对，没有新拍，但那当然是出版的，所以是第一版，但是架构都差不多了。就你进去之后，然后有个攻略，现在没有攻略，然后但主要是这里啊，这是入口，你可以选是档案局还是联合国的档案局，或者只是练习而已。然后就打开这个，然后就跳出这个，这其实第三方的那个 scan bar 的这个系统，那等一下会讲到。就我跟他买这个系统，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影像专业的，所以就是说，就是用我甚至也不是 mobile 专业的，我算是网页工程师。那借由 React Native， 可以 compile 到这个 mobile 上之后，勉强可以写一个 iOS app， 但是就是很基础啦。所以说，大家如果有 mobile 工程师，觉得哪边可以改善，那这个是这个工作的情形。就像我刚刚说的，把档案调出来，然后一页一页翻拍，用我们写的 app 翻拍，没有任何华丽的地方。那也就是在这么扎实的工作下，一张一张的累积，然后目前有20万张的这个资料，20万张，那内容当然是包罗万象，等一下也会讲到。所以主要就是这样。那这个是这个。保障库等下会再，对，所以拍完之后就上传到线上资料库嘛，那就在保障库里面可以找到，那就是保障库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太华丽的架构，就是上面可以有找这个分类，那分类其实这个分类是我们目前嘛，如果现在跳到展望那边的话，是我们目前最心痛的地方。就是它的分类是非常潦草的，因为就是借由档案局那边给我们的分类，我们再把它加上去。那我自己可能再做一点个人的判断。那之所以为什么这么潦草，主因还是因为档案局那边的分类也很潦草。他们那边是联邦国家档案局，所以是联邦政府退下来的档案，那是借由联邦政府的单位来区分的。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是那什么？国安局或者是什么 FAA 民航局或者是什么，然后是那个时候桌上那个局长的桌上这一票档案原封不动送到档案局去做保存，30年后解密我调出来了，我就拿到这一份，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分类可言，他可能就跟你讲说这是1983年，然后怎么样，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任何，因为他是要保存当时的行政作业状态。那对我们后人来说，我们如果身为一个 archives 或者是一个 librarian， 就这个角色要处理这些档案的时候，其实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大。但是跳到后来的展望，因为这个我目前还没解决。那之后，当然更多人愿意帮忙，更多专业人士。那我之前当然也拜访过当时的国史馆馆长，就是吴密察。那现在是故宫院长，那当然他也跟我提出很多建言。那我们当然都有听进去啊，就是说要再一步一步的。可能之后借由更多的帮助，这样子。那这是档案库，所以。
所以来点进去就是像这样子，然后一页资料，然后旁边是已经有进行文字化的部分。那之前有开翻译，后来发现 Google 翻译实在太贵，一个字一个字算，那我们经费实在是非常的紧缩，所以翻译就关掉了。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协作的，都是共同协作，就是按这个编辑这边，所以你看到文字化哪里有错，你就按编辑，然后帮忙除错，甚至按翻译，然后进入校正模式，然后就可以进行翻译。所以这个是线上资料库。那当然是一开始为什么这个专案会就是源源不绝的做下去，就是也是就是不小心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这个青睐。那现在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上新闻的时候也真的没有做出什么。那后来就是因为上了新闻，赶鸭子上架，然后把它做出来。不过到了今天，成果也不错啊，就是说二十万份说大也不大，但是比起一些那种大学生社团的专案，我们也算是也是小有规模。那当然也是不断的向社会各界募款，也得到一些组织、一些 NGO、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包括GDD这个奖助金嘛。那当然奖助金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边必须说，如果没有当初没有得到那个50万的奖助金，这个专案也不会完成，因为也没有因为什么就拿钱办事嘛。你申请了，然后人家给你50万，你总不能说就不做了这样。所以说，就是一个，而且最重要的是，就奖助金的想法最重要，其实就是给你这个 deadline。大家工程师你都知道嘛，这个 code 我写一写，修一修 ，bug 抓一抓，永远没有抓完的一天嘛。但是你有个 deadline 之后，你就要逼着自己把它上线，那是当然是很重要，我永远都可以记得那个奖助金那个毕业典礼的，在 Google present 的那一天的晚上，就是他继续写 bug， 抓 bug， 写修这个网页，修这个 RSD， 就是 RWD 这个修到这个不晓得凌晨几点。所以说有这个 deadline 是很好的啊。那这个奖助金，所以我一直都这样支持这奖助金继续持续办下去，就是说这个钱跟这个 deadline 真的可以促使很多团队做很多事情。那当然也有其他的这个东西可以再改进的那之后再讨论。那这刚前面是旧的，那讲一些新的，就是这两年来我要把它们上线。那除了这个平台，除了这个理念，然后最后一直以来得到社会大众支持，或者是一些 hobbyist， 就是对于这个历史文件有兴趣的人的持续的帮忙。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脸书上发表这个文件里面的故事嘛，所以我们国家网的小编团队，一部分在纽约，一段不断持续的在自己看，我们自己消化我们自己的档案，毕竟自己挖的档案自己消化，然后写成一些故事。那就是非常荣幸，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非常具有人文社会背景的这一位叫做庄世杰教授，他虽然是脑神经科学教授，但是他也同时也是纽约 NYD Tour 的小编的发起人。那 NYD Tour 大家如果没去过纽约，要去纽约的话，建议大家加这个专业，他是在纽约华人社群是举足轻重，他说哪里的东西好吃，这下个礼拜那也就要排队，就会爆，这样就看到一堆台湾人在那边吃，所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在纽约华人还有台人圈的这一个文化人。那有他来主持我们这些文件的消化跟产出，当然一直以来就得到很多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啊。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重点之一，我们挖出档案就是希望说这些档案可以得到使用，而不是说只有我们自己在用这样子。所以说当然是抛砖引玉嘛，就我们自己先消化，自己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一票档案里面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其实你跳进去一份一份好好阅读，然后结合你自己的生长背景、自己的专业，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那所以就是说，回顾一下我们最热门的大概10个贴文，然后就可以，然后顺便。然后旁边一些数据让大家看一下，并不是要让大家看说有多少个怒、多少个笑这样子，而是看一下这个，
贴文点击四处相片跟连结，那从这边可以带出我们国家保障以持续永续经营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那这一份是这个中美合作嘛，是我们非常早期的一个贴文，那就是挖到这个中美合作的一些历史资料。那其实讲中美合作，只是讲好听的，其实是美元啊，其实没有合作是他给我们钱。那大家应该可以记得，年纪长的应该可以记得这个中美合作的布袋，古时候很多小朋友都是穿这个当内裤的嘛，所以是就是那个时期。然后那个时候他为了要支援我们，他对我们的农作物啊、农产业就是做了很详细的调查，所以有这个精美的地图。那这是第十名，这很早期，也算是打开我们的名声。那这一个日治时期的作家调查，也是有点觉得像是奠定我们的风格啦，因为其实这非常的小品。日治时期，是日本人调查我们台湾人的一些作家，里面甚至有一个是连战的表姐，叫做林文月，然后钟兆镇、陈火泉、李云龙佩等等这些人，那也就是也因此也都被美国记录下来了，然后放在档案局里面。那我们之所以会花时间去翻译这个、发表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保障并不是只在乎那些非常政治性的，批判蒋介石或者是白色恐怖。其实我们是很扎实、一步一脚印的在消化我们自己的文件，把里面的故事带出来。就是意思是，国家保障并不只是要影响任何政治风气或者什么东西，所以称之为保障。那是因为它记录了这个国家上面的风花雪月也好，然后一点一滴，可能不是我的故事，但可能是你阿嬷的故事。之所以是这样子，我们都有兴趣，这就是所谓国家保障。那这个当然就比较政治性了，所以得到非常多的关注啊。就是这个蒋介石的洗脑学校，然后比如说一位英国记者 Thomas Jenkins， 然后在伦敦的专栏中发表说他参观了这个台湾生产教育实验研究所，他的参访经验。那大家这一篇可能大家印象中就会想起之前 BBC 也有个很有名，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影片嘛，就是在新疆的那个学校，然后里面的人歌舞升平在跳舞。那所以阅读这一篇的时候，你也可能有那个感觉，那是当时在台湾发生的事情。那大家感觉哦，怎么这么政治？但其实另一个角度想，这是外国人写的，外国人来台湾写的东西，他对我们台湾来讲，并不是说他要批判蒋介石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哦，这个好像如果是我写的，就好像我是参与这个蓝绿的纷争，然后怎么样？但是这是外国人写的，发表在外国的专栏上面。所以说，国家保障提供的是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当时国外的人怎么看台湾，怎么帮台湾记录。那这些东西，解严以前我们从来不会看到，解严后可能也很少人看到。然后这第七名，这个台罗信，当初也是得到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喜爱，就是说这是1946年的时候，一个在加州 Sacramento 的一个台湾人叫罗庆一吧，就一般的话，然后写给另外一个朋友，那里面写的是台罗，就是台语的罗马拼音，那整通篇文都是用台罗。那现在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小编有这么深文化内涵的人都看不懂，那所以就PO出来请求大家协助，那当然各方面的奇才就来了，然后就在下面帮忙翻译。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是台湾的历史啊，台湾人曾经写信不是用中文，不是用中文啊，我们用台罗啊。那如果这个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不一样，某个政党没有来，我们是不是就继续用台罗？那这些，所以这是大家要思考的事情，并不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往这方面去思考说，这就是曾经台湾人用的语言，曾经台湾人写的文字。那这个是也是 有掀起一些波澜，就是那个时候刘晓波的事件，然后带出说那个彭明敏曾经被监禁啊，他被特赦之后，但还是受到非常严厉的监控，所以他就写了一封求救信给当时的这个美国的特别顾问季辛吉啊，那就是说跟他讲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从里面看到，甚至他还附自己的大头贴这样，所以这是亲笔写的信。那他
从这边这个档案，我们可以判出来说，这个档案手写的档案，也就是我们国家保障的这一个最头痛的地方，居然没有办法被文字化。那不止没有办法被文字化，连我本人要阅读也都有困难，因为我不会阅读那个 cursive 那个草写的书，所以说这个是可能最后会是我们档案库里面就是沉积大海的一块，希望不要。那再来就是邮购可乐，这个可能不知道大家会有印象，就是说多久？100年前，1911年的时候，在美国的领事馆，在台湾的领事馆，他就太想喝可乐，所以他就跟美国邮购了一个 gallon 这么大的可乐，海运运过来。那我们就说，就像台湾人在美国会一直想要喝珍奶一样，那不管你怎么买，就买不到到地的珍奶。那所以说如果那个我们可以邮购一杯珍奶的话，我们也会像他一样。所以他就邮购了一整罐的可乐，是铁罐那一种，还有把气封在里面那一种。那这个是伊斯梅顿对蒋的评价，所以就是说，是一个美国情报单位收集的，然后是李宗仁的私人特使甘介侯，他对交给美方对蒋介石的评价。那当然里面是对他的行政机能、行政效率啊，有很多的这个批评。那当然也是引起了这一些回响。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边要点出的是，这边这个贴文点击数可能很高，10000多，但是相片浏览次数500多，那连结是40，意思是大家都看我们写的东西啊，大家很少把那个照片真的点开来，然后阅读原文，然后也甚至我们里面有连结到我们资料库，也就是你连过去之后可以看一下更多相关的文件，所以就更少40个，所以这大概是多少？5%，不到5%，那连过去的可能不到1%，所以意思是，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大家都依赖我们的产出啦。依赖我们消化档案，依赖我们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就是国家保障经营的困境，就是说太少人真的去使用我们的 raw data， 太少人去阅读，所以更不会有人产出。我们得自己阅读，自己产出，那我们的产出也几乎不太引起大家对于这些 raw data 的兴趣。大家有兴趣的是我们产出的东西，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成立的宗旨就是把 raw data 挖出来，让大家自己产生自己对历史的评价与见解。那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是在依赖我们的评价跟见解跟翻译。如果自己把我自己私人的偏见加到这翻译里面，那这个国家保障的意义不就跟就一直以来就是要洗脑人民的这一些，不管台湾还是任何国家的执政党一样吗？所以说这个是国家保障困境。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引起非常大共鸣的，就是一个英国、美国啊智库的一个学者，他自己投书的。那个时候，关于两个中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困境，他自己 propose 说，是不是干脆就让台湾独立算了？那台湾独立，台湾人讲出来就变得非常敏感，那外国人讲出来，而且还是在1960年的时候讲出来，所以是他的意见。那第二名就是福尔摩沙的茶，所以就是说100年前，大家就是说写这个经贸报告，台湾的经贸报告，他直接讲说 ，No report of Formosa's exports could be written without a page being devoted to Formosa tea， 就是说任何对于福尔摩沙经贸的报告，如果没有讲到茶，就是完全是不完整。这意思是台湾茶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是如此的崇高，那这是也是对我们的历史的一些这个评价。那第一名就是最近发表的这个傀儡花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些原住民，那时候一个美国军官来台湾，然后他的照片，那这个当然触及非常高，是因为有精美的照片嘛，还有可能还有爱情故事在里面，那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的是把这些 underline 这些下面的文件的东西带出来。对，然后对，但是没什么时间，我就跳一下。既然这边工程师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档案有兴趣，你就 Google 这个国家保障 API， 其实我们是有 API 的，所以说你就直接使用我们档案，不一定要上我们的档案库，可以直接用我们的 API， 然后去敲，然后把上面 tag 带上去的话，就会敲出来，就会是 B
比如说你如果对一般通讯系列或者是中美外中美断交写在这，然后就会直接把档案拿出来，所以可以看到一些上面的 metadata 大概就是长这样，有 image， 然后有年份，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当然我们的展望是希望一步一步一直提高我们这个档案的使用率啊。所以说啊，对，忘记就是讲这个特别讲台湾关系法四系列40周年啊。那当然40周年，台湾关系法在我们的里面有非常大的篇幅嘛，因为中美断交，台湾关系法，然后台湾关系法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甚至有好几个版本，就是它不断的修改，他们的注解都写在旁边，所以就会看到说这个官员到底觉得为什么这边要改这样子。所以说展望就是提高档案的使用率啦，就是说甚至可以带进这个机器学习的训练里，然后说档案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都是宜兰的档案，都是云林的档案，还是都是1985年的档案，还是都是蒋介石的档案，还是等等，所以这是档案使用率。那再来是与地方组织深度合作啦，所以不管是西螺大桥等地组织还是什么的，都希望他们来认养我们的档案，然后让我们把档案的使用率延续。所以就是在台湾扎根。那既然我们几个发起人都已经回台了，那我们之后也会发起协会，所以可以正式募款，不用再依赖台湾文化基金会。等等的，所以说希望大家也来支持和帮忙。那当然这边就是感谢大家来听我们这个，那这是我们的募款专列，对，有机会的话帮我们捐一下，因为其实刚讲到这个我们购买的这个核心的原件其实要付版权费的，所以国家宝藏其实没什么支出，除了那个翻拍开团的费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核心翻拍的核心原件的授权费，那其他就是大家就帮忙陪我们永续经营下去，那就开放大家有什么问题，可能也没有时间问题。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趁下一位在准备。